大家好，我是西迪特网络安全存储事业部的马国强。大家知道，随着现在 5G 越来越普及，宽带速度越来越快，无纸化办公学习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数据越来越多，所以说现在随着文件越来越多，久而久之呢，面对海量的文件，我们现在要发愁的是如何能更好更安全地保存我们自己的家庭数据和企业数据。针对现在刚才提到这些问题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两款产品，一款是针对家庭级的家庭私有云设备，还有一款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使用的文件安全存储文件管理机设备。有了这两种设备之后呢，我们家庭所产生的很多数据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和电脑随时随地的存取和访问设备里面的文件，那么对中小微企业而言也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文件存储的地方，安全可靠快速便捷。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现在推给大家的专门用在家庭里面的私有云存储设备 H2 百合 H2 设备。这个设备有以下几个功能，第一呢，它是本地化存储，大家可以看到它底部有个硬盘，它是内置硬盘，1TB 的硬盘，所以说所有数据放在家里的永远不丢失。第二呢，它可以存放您各种各样类型的文件，比如说您的孩子的照片、视频、您自己的工作文件、您旅游啊，去外面旅游所有的这个照片、视频都可以保存在里面。第三呢，它支持手机、电脑、客户端的多端访问，您可以在任何地方随时随地访问里面您存的所有的文件。第四呢，它本身有全家共享的一些功能，您可以自己有自己的账号，同时呢，家里面还有家庭空间共享账号，它最多可以绑定20个账号，非常方便，非常安全。第五呢，它操作非常简单，它是专门针对每一个普通家庭用户设计的，支持一键备份、一键分享、智能分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现在主要是针对运营商设计，啊，针对运营商啊、礼品采购等等的，而且它具备精准的广告投放功能，可以建立您自己专属的广告推广平台。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百合 H2 产品，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了解更多的关于这个产品的功能。谢谢。